普拉提高级教程一，快乐的第一需求是身体健康。我们对身体健康的理解是达到并保持身体与健全的思想相统一，充沛的自然运动能力，愉快并从容地完成日常生活中繁多的任务。 Jones Pilates 普拉提是由德国人约瑟夫·普拉提于1926年创立的一种静力性的健身运动。西方人一向注重身体肌肉和生理机能的训练，例如腰、腹、背、胸、臀等部位的训练，而东方人则更注重呼吸和心灵集中的训练，如瑜伽和太极。环球健美在线普拉提系列课程吸取了东西方文化，兼容了生理与心理的相关研究成果，运用自身体重、多次数、小重量以及冥想的运动原则，通过对身体核心部位的锻炼，使脊柱变得柔软而有韧性，不但可以改善身体线条，还对矫正颈部和脊椎有非常好的效果。普拉提高级课程中，我们将学习到很多新的动作，在动作难度和动作技巧上比中级课程均有增加。高级课程更多关注于动作的准确控制，以增强身体轴心的肌肉力量。一、训练目标。我们的训练目标是在准确完成动作的基础上控制这些动作，注意配合正确的呼吸方式。二、注意事项。开始做练习的时候，要根据自己的能力适当选择练习。在准确掌握所有动作后，可每周进行2到3次训练。在4到6周后，更换为普拉提高级课程二。如果您身体不适，请咨询医生后再进行练习。如果您在怀孕期间不能参加普拉提的练习，如果您处于产后期，请咨询并选择我们的专业产后教程。三、饮食规则。运动前2小时不可进餐。普拉提练习。欢迎参加普拉提高级课程。我们从桥式开始，躺在垫子上，两腿微开，手臂放在身体两侧，手掌向下，鼻子吸气，呼气同时慢慢抬起臀部，控制，吸气，呼气同时慢慢还原，吸气，呼气，控制，吸气，呼气，注意臀部抬起时用肩膀上部支撑上体，颈部放松，臀部还原时感觉脊柱一节一节慢慢下落，身体轴心肌肉收紧。调整呼吸，
现在我们开始做桥式的第二组，重复五次。调整呼吸，现在我们来做翻转，两腿伸直成普拉提基本姿势，臀部和大腿肌肉收紧，吸气，两腿向上抬起，直至与上体平行，呼气，两腿打开，吸气，臀部下落，慢慢还原，呼气，两腿并拢，放在垫子上。现在做第一组，三次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两腿并拢，向上抬起，两腿打开，慢慢还原，两腿并拢，两腿放在垫子上。现在两腿打开，开始做翻转，吸气，两腿向上抬起，呼气，两腿并拢，吸气，臀部下落，慢慢还原，呼气，两腿打开，放在垫子上。开始做第一组，三次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两腿打开，抬起，两腿并拢，慢慢还原，两腿打开，放在垫子上。两腿弯曲，调整呼吸。现在我们开始做第二组，两腿伸直并拢，准备好。注意，动作要有连贯性，不要突然发力，身体轴心肌肉收紧，两腿保持基本普拉提姿势，臀部和腿部肌肉收紧，两手臂手掌向下压在垫子上，臀部还原时，脊柱一节一节慢慢落下。在做动作的过程中，如果感觉腿部柔韧性不是很好，可以微屈膝关节来完成动作。现在两腿打开，开始做第二组，重复。
重复三次。两腿弯曲，放松上体，调整呼吸。下面我们来做摇篮式两腿伸展。坐在垫子上，两腿弯曲，两手抓住两脚踝的外侧，两腿伸直，打开，肩胛骨并拢，吸气，上体向后，呼气，起上体。还原。现在我们开始做第一组，做三次。准备好，吸气，呼气，两腿两手伸直，两眼平视前方，收腹，调整呼吸。如果你感觉脊柱不适，请停止该练习，进行下一练习。准备好，开始做第二组，重复三次。坐在垫子上，调整呼吸。下面我们来做燕式跳水。趴在垫子上，两腿打开，两臂弯曲，两手放在身体两侧，两手臂伸直，起上体，还原，重复三次。吸气，起上体，身体前，两腿抬起，呼气，上体还原，重复五次，吸气，呼气，臀部后坐，放松。准备好，继续重复五次，注意，做动作过程中不要屏息，两手臂伸直平行，臀部后坐，放松。下面我们来做剪刀开合。躺在垫子上，两腿伸直成普拉提基本姿势，吸气，两腿臀部抬起，呼气，两腿向头部方向伸直，吸气，两腿开合两次，呼气，换腿开合两次，慢慢还原。现在开始做第一组，三次。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注意，两腿伸直，臀部和腹部肌肉收紧，臀部抬起时，两手放在后腰处，保持平衡。如果您觉得颈部、腰部、手腕不适，请跳过该练习，进行下一练习。还原，调整呼吸。现在开始做第二组，三次，准备好，开始吧。
还原，调整呼吸。下面我们做蹬车练习。躺在垫子上，两腿伸直，两腿臀部抬起，吸气，两腿打开，呼气，一腿弯曲，开始做顺时针蹬车。吸气，两腿打开，呼气，一腿弯曲，开始做逆时针蹬车。慢慢还原。现在我们开始做第一组，三次。吸气，两腿打开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注意，如果您的颈部、背部、手腕感觉不适，请跳过该练习，进行下一练习。换逆时针蹬车，注意臀部抬起收紧，后腰离开垫子时不要踏腰，臀部不必要与垫子完全垂直，可稍向前倾斜。蹬车时腿部动作尽量打开，做到最大限度。慢慢还原，调整呼吸。现在我们开始做第二组，重复三次，不要屏息。现在换逆时针方向继续蹬车。慢慢还原，调整呼吸。下面我们来做肩部桥式。躺在垫子上，两腿弯曲，手臂放在身体两侧，臀部慢慢抬起，一腿向侧前伸直，保持普拉提基本姿势。吸气，抬腿，呼气，还原。换另一腿向前伸直，吸气，抬腿，呼气，还原。现在开始做第一组，每腿做五次。抬起臀部，一腿向侧前伸直，吸气，抬腿，呼气，还原。注意抬腿的时候臀部肌肉收紧，不要左右摆动，掌地的一脚用力踩地，两手臂向下压垫子，保持身体平衡。向上抬起的腿还原时不要接触垫子。换腿，抬腿时吸气，还原时呼气，重复五次。躺在垫子上，调整呼吸。抬起臀部，一腿向前伸直，保持普拉提基本姿势。开始做第二组，重复五次。
换另一腿继续重复五次。躺在垫子上，调整呼吸。脊椎转动，慢慢坐起来，两腿打开，两脚勾脚尖，两手臂向侧伸直，背部保持平直，吸气呼气三次，同时转动上体三次，吸气呼气三次，同时转动上体三次。现在开始做第一组，每边做三次，吸气呼气三次，上体转动三次，吸气呼气三次，上体转动三次。注意转动上体时是腰部发力带动上体转动，臀部和大腿肌肉绷紧，两脚勾脚尖，上体保持直立，不要塌腰。吸气时缓慢伸长，呼气时快速放松，调整呼吸。现在准备开始做第二组，每边重复三次，开始吧。放松，调整呼吸。下面我们做折叠式，躺在垫子上，两腿伸直，保持普拉提基本姿势，两手臂放在体侧，手掌朝下压垫子，吸气两腿抬起向头部方向移动，臀部抬起，呼气两腿正直朝上，吸气臀部还原，呼气腿部还原。现在我们做第一组，重复三次。如果您的颈椎、背部或肩膀有不适感，请停止该练习，进行下一练习。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注意两腿始终保持普拉提基本姿势，做动作时缓慢延续，两手臂向下压垫子。两腿弯曲，放松全身肌肉，调整呼吸。两腿伸直，保持普拉提基本姿势，开始做第二组，重复三次。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做动作时缓慢拉长，感觉动作有延续性。Shit, bro. Shit, bro.
两腿弯曲，调整呼吸。下面学习侧面动作。侧面动作的第一个动作是侧面蹬车，侧卧在垫子上，两手置于头后，腿部稍稍向前，与上体不在一条直线上。吸气，呼气同时上面的腿向后屈腿，吸气，腿向前伸直还原，换另一个方向，吸气，呼气，腿向前，吸气，腿向后弯曲还原。现在我们做第一组，每个方向重复三次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注意上体不要跟着腿部摆动，保持平衡，感觉腿部是在做蹬车运动，做到自己的最大限度。换方向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下面我们学习第二个侧面动作，大圆环。吸气，一腿顺时针画圆，呼气还圆，逆时针画圆，开始时吸气，还原时呼气。现在我们做第一组，每个方向重复三次，吸气，呼气。注意上体保持平直，不要塌腰含胸，注意保持平衡，身体肌肉绷紧，画圆时尽量做到自己的最大限度。换方向，吸气，呼气。换另一方向，侧卧在垫子上，换另一腿开始做侧面蹬车，吸气，呼气同时上面的腿向后屈腿，吸气，腿向前伸直还原，换另一个方向，吸气，呼气，腿向前，吸气，腿向后弯曲，还原。现在我们做第一组，每个方向重复三次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注意上体不要跟着腿部摆动，保持平衡，感觉腿部是在做蹬车运动，做到自己的最大限度。换方向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
个侧面动作，大圆环，吸气，一腿顺时针画圆，呼气，还原，逆时针画圆，开始时吸气，还原时呼气。现在我们做第一组，每个方向重复三次。吸气，呼气，注意上体保持平直，不要塌腰含胸，注意保持平衡，身体肌肉绷紧，画圆时尽量做到自己的最大限度。换方向，吸气，呼气，两腿弯曲，放松，调整呼吸。换方向，继续做第二组侧面动作，注意动作要领，配合呼吸。
会弯曲，放松，调整呼吸。下面学习平行伸展二。起身，慢慢躺在垫子上，两手臂向头顶方向伸直，两腿弯曲并拢。两腿向上伸直，上体慢慢抬起，保持V姿势，保持平衡。吸气，两腿向下，呼气，还原。还原，躺在垫子上，拉伸身体肌肉。开始保持 teaser one 的姿势。加上腿部动作。躺在垫子上，两腿弯曲。下面学习平行伸展三。两腿伸直，吸气，起身，保持V姿势，保持平衡。呼气，慢慢还原，放松，拉伸身体肌肉。吸气，起身，保持V姿势，保持平衡。呼气，慢慢还原，拉伸身体肌肉，调整呼吸。腿部环绕，慢慢起身，两手臂体后撑地，两腿向上伸直，注意保持普拉提基本姿势。吸气，两腿开始逆时针绕环，呼气，还原。吸气，顺时针绕环，还原，呼气。现在我们做第一组，做三次，顺时针，逆时针算一次。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注意，肩部下沉，向前挺胸，两眼平视前方，颈部放松。如果您的肩部或背部不适，请停止该练习，进行下一练习。放松，调整呼吸。准备好，开始做第二组，重复三次。放松，调整呼吸。下面我们学习游泳。趴在垫子上，两腿伸直，两手臂向前伸直。相反方向的手和腿向上抬起。吸气，做游泳式六次，呼气，做游泳式六次。现在我们开始做第一组，总共做36次游泳式，吸气，呼气。准备好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注意身体轴心用力收紧，不要抬头，两眼看着垫子。做动作时，大腿和胸部离开垫子，
臀部后坐在两脚上，拉伸，调整呼吸。准备开始做第二组。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做动作时，感觉两手两脚在用力拍打水面。臀部后坐，拉伸，调整呼吸。下面我们做俯掌抬腿。两手两脚尖撑地，收腹，不要塌腰，臀部收紧，身体保持在一条直线上。吸气，抬腿两次，同时呼气。吸气，还原，换腿，向上抬腿两次，同时呼气两次。吸气，还原。现在我们做第一组，每腿做三次。准备好，吸气，呼气两次，吸气，呼气两次。注意抬腿时上体保持不动，髋关节不要转动，膝关节朝下，脚跟向上，两眼平视地面，不要抬头，手臂伸直。臀部后坐，放松，拉伸肌肉。准备好，开始做第二组，每腿做三次。吸气，呼气两次，吸气，呼气两次。臀部后坐，拉伸，放松。仰掌抬腿，两手两脚仰掌在垫子上，全脚掌着地。吸气，一腿抬腿，呼气，还原。吸气，换腿抬腿，呼气，还原。现在我们来做第一组，三次。准备好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如果您的腕关节、肩膀有不适感，请停止该练习，进行下一练习。注意，两腿保持普拉提基本姿势，身体在一条直线上，臀部肌肉收紧，两眼平视前方，不要抬头，手臂伸直，两腿伸直，坐在垫子上，拉伸肌肉。准备好，开始做第二组。在垫子上拉伸肌肉。跪立侧面抬腿，一手与一腿侧掌在垫子上，另一腿抬起，与上体成一条直线。吸气，抬起的腿向前，呼气，腿向后。现在我们来做第一组，
重复四次。准备好，吸气，呼气。如果您感觉膝关节有不适感，请停止该练习。注意上半身保持不动，上面的一手放在头后，肘关节向上，注意保持平衡。换腿。We've known each other a while. I can't wait. 吸气，抬起的腿向前，呼气，腿向后。现在我们做第一组，重复四次。准备好，吸气，呼气。注意上半身保持不动，上面的一手放在头后，肘关节向上，保持平衡。放松，调整呼吸。换腿，继续做侧面抬腿的第二组。开始吧。开始做第二组，继续重复四次。放松，调整呼吸。下面我们来做体侧屈运动，一手撑地，两脚在垫子上前后错开，吸气，身体向上起，呼气，还原。现在我们做第一组，做三次，吸气，呼气。如果您的手腕和肩部有不适感，请停止该练习。注意做动作时缓慢有力，上体向上时手臂尽量伸到最远处，身体保持在一条直线上。坐在两脚上，拉伸体侧肌肉。换方向，吸气，身体向上抬起，呼气，还原。现在开始做第一组，重复三次，吸气，呼气。注意做动作时缓慢有力，上体向上时手臂尽量伸到最远处，身体保持在一条直线上。坐在两脚上，拉伸体侧肌肉。换方向，开始做第二组，继续重复三次。伸体侧肌肉，换方向，开始做第二组，重复三次。
身体侧肌肉。下面我们学习回飞棒。坐在垫子上，两腿伸直，两脚相交，两手体侧支撑。吸气，身体后躺，两腿与地面平行。呼气，两腿换腿相交。吸气，臀部慢慢下坐，保持微姿势。呼气，吸气，两手臂体后相握拉伸。呼气，上体前倾，手臂向上抬起。吸气，手臂向前伸直。呼气，还原上体直立。现在我们来做第一组，重复四次，准备好。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如果感觉做这个动作有难度，请您复习前面学习的翻转和平行伸展，待熟练后再继续完成该练习。When one's dead, then the other feels numb. I would have done anything for you. I still love you, baby, I adore you. All day I keep from falling apart, but at night when the sky gets dark, tears from调整呼吸。准备好开始做第二组。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
放松，调整呼吸，俯卧撑，慢慢起身，两腿并拢站立，呼气，从头开始，慢慢卷动身体向下，吸气，两手交替撑地向前，呼气，两手两膝关节撑地，吸气，手臂弯曲，呼气，手臂伸直，重复三次。吸气，两手交替向身体方向撑地，呼气，慢慢起身直立。气，吸气，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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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气。吸气，呼气。注意，做俯卧撑时，身体保持平直，不要塌腰，臀部肌肉收紧。放松练习，结束今天的课程后，请和我一起做放松练习。一手放在头侧，拉伸颈部肌肉，换手拉伸另一侧，两手臂放在头后，低头拉伸颈部肌肉，两臂交叉拉伸手臂后侧肌肉，换手继续拉伸，手臂在头后相交拉伸，换手继续拉伸，打开双臂，弓腰弓背拉伸背部肌肉，侧躯体拉伸体侧肌肉，换另一侧，坐在垫子上，膝盖向外打开，身体前倾，拉伸大腿内侧肌肉，还原，两腿伸直，上体前倾，拉伸腿部肌肉，还原，感谢大家参加 HBL 普拉提课程，再见。